阿玲，这两百拄了六百几块，唔免招六百，卖五百，三百算咩只？阿玲，一手了对吧？一手够十个，三百块算咩只？好，起来。三百起来。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来，白菜肉三百块，来只。好，继续做。我白菜肉，这家什么上面啊？没白菜肉，这家什么上面？白菜肉你当没的。走了，你先好几个。大哥，干咩？来一百了，吃袂了，给一百，一百块，包袂一百块。我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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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我就六个人加买鸡腿，就七个，唔免就钱，唔免就八百、六百、五百，拢免三百，上面就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再个上二三，再个来三百块，再个来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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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个来这样都解决了，你没个客路啊？转车改个这样，给沙发上面讲，包括包括人啊，第二个月，包括沙发上面给住，留下两五股鸡腿沙发，最好解决了三百块，沙发好，包括。包括给住买时间只要为虾米就买呗，一百六啊，你试两块买一百块，两块买东西一百六啊，最贵了，一百上面一百块，一百上面一百块，方便方便一百六，一百块。一百，我最后推荐三包，你两千块好不好？你两千块钱给他变成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了。那个火料上两公，给你两百上面去啊。好，这样。最后就这样上面两包。好，这样。第二名是这样，第三名是画的。来，我来要吃这个雕刻花枝雕刻鱿鱼，直接包两，这参加啥什么区别吗？雕刻花枝雕刻鱿鱼，你看我是不是？这个叉叉的，更红的了吧？来，这包海山奶茶配八，这三分沙发一样，我们两百了吧？来两百块上面两块，两百块，两百最好就包上面两块。花枝雕刻花枝，用炒的。鸡肉卡袂起吧？现在过来鱿鱼是我抓的，来，七块对了。大嘞这三两个上面弄来，咱们要送你五百了吧？包括五百块了吧？来五百块了，五百块了，五百。我拿着点。好了没？你好，你找到几张？快用了，我先给你加工啊。来五百了吧？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几条五百，两条五百，三条四条，五条六条七条，这三两个上面五百，全世界都收在上面，全世界都收在五百上面五百块。全世界要收一个五百，上面写五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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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块。你买袂过五百，你惊啊？卖惊，咱就包袂起，当股钱三百六十公分无钱，你试一下看卖。两百块落来，两百块，来两百，来两百块落。小家庭要买两百，试一下看卖。来两百落来，两百块，来两百个，要写两百块，注意你一边。两百块，来两百块落。来两百个，要写两百块，两百块好要吃吗？两百，两百。没看到你，好吗？来，几个？来，几个？两百个不要了，两百。我们拿掉上去。来，来，包括两百。
一百楼啦，去了，买买啊，一百块当买买啊，三两枚啊，一百，三块钱两枚啊，好吧。休息十了，休息。过来买点啥？腿牌。啊？好，记得准备腿牌。我是北海的，你挂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公斤要好几千，在北海道买多贵啊！来来来，几百块钱，几百。拢起来，我卖啦！拢起来，我做一个最少。本来要食这铁板猪肉的哦，全家拢无啊！这两个炒菜，我食这我炒一包就百五，两包炒三百，免三百二啊！我两包炒要吃，炒蛋、炒面、炒蒜头、炒洋葱拢我吃，两包炒要吃，一包搁三二，两包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。七八个，卡中无侪嘛，真快速。够我三年的时间，我来训练，我另外后边拢发青蛙。屁呀！鸡翅羹啥物事啊？大个好食，三百蚊几啊五块，全部做一家来，要求好食，一瓶五块，两百块我了啊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你买无超出我两百到四条，来再搁三条、两百，来两条、四条、来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两百了。来三条、五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两百。二四来五六、五六、七八来九十、两百了。来二四五六来七八来九十、两百了。来二四来五六七八来九十了，来两百了。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两百了，到一千了。三四五直接三百来七，来九十。来，三六七八九十，好我的，我马上给，很高兴，谢谢。六块钱嘛，收起来，我比较不容易。提钱收起来，提钱上去，谢谢，感谢，拢改走了。两百块一个拢无啊？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两百了无？收起来。刷你先去啊，刷你那个护照去，六百块钱。上面就算你的价钱，500楼啊，500块，500楼，加1000，多少无啊？卖少啊，结束啊，多少皮薄？多少斤皮薄？收钱去外挂先，三四五，多少皮薄？500收了，多少皮薄？800收了，搞7000了，7000上面。有人要吃铁板牛肉，要吃我黄埔的条块，我有人要吃铁板牛肉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好，起来，好起来。一包二个，两包五包，三包，两个就是三包，四包，两包，五包，来六包，多少钱？三百了。金龙虾，来过了三百了。金龙虾是来过了三百了。金龙虾是四包，来五包，两包。300块，好嘅，你只人而家咧讲快快又好啊，讲整理又好啊，我做啲收化啊，全部整理啲啊，即归落做下即资料做下宾馆哦，啊收化啊整理啲啊，主要是在哪里？上面就鸡米花，即鸡米花唔是普通嘅好食，是世界好食，要求好食，虾啊讲起来我先未食，等下虾啊讲起来我全部做一间，即翻咧全部包包。来，够我一寡时间，全部归档，我们无打。新客钱的新客啊，拢没有了，几个。来，一人客二十条，现在更加新客钱的新客，无买就千万卖出去，后礼拜还佫买了，二十条，免三百二啊，我大家拢买，买这一百了。来，一百块，二十条一百了，三个四个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人，后边佫坐个卡车，来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。
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还佫一个七个，七个最后佫两个，还无拜托，最后佫两个要买啦。二十条一百，佫有啥物好考虑的？二十条一百。好五个。五个、九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最后一个真正结束啊！十分钟拄好。最后一个，包括结束。这百五买袂起个个。这三百买袂起，有好食无？拢也袂话去介绍。三百楼，三百块楼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楼啊，三百楼去了，收钱三百块，三百楼，三百块去了，看头就看声，三百块都三百块，后边注意点，三百块上面就三百块，三百三百，一百，那个鸡米花三百，楼楼对吧？这塔香的哦，这位人高站在做胖爱做好些，三百楼，三百块哦，三百块，再给我一百块三百，哇天啊，三百块回来无三百。三百个买一个无，最后一个百五，你话买买百五，无买着买百五四只好无？百五，三百个啊，好，三百四。我说你买三百，我认账你。哎，这个有问我都可以。这是真好食啊，我就等你。你刚才我厝的人食外省的，刚才我跟你讲，我厝的人食新的。百五了无？百五，刚才七点钟我来百五，阿表在百五。百五姐。你百五无买，算较贵哦。百五够买来无？百五。百五迄边够要出啥一个百五？咱卖讲去外口食乌油啊！你买这健康够好食，佮比外口好食，你有啥物无爱买？百五够一个，百五包够多少？来姐，这个我没有买过，这个不太很好。多少钱？我每天都在看你每天说话的量，然后看你今天想买。不，百五最好一个了无？家里还有。百五最好一个了无？我看看，家里很多那个平台都还有。套起来买三百下，套起来，对不对？十块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没注意。妈呀，这地下卡卡的，我爱聊啊，无啊。